现在来做皮肤啊。这个要怎么做？它这个颜色很深。这个尖有点尖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还比较省事儿。哎，2000有点大，3000有点小。还有一刷，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弄。这个太好玩了。等一下要尝这个是就方便了，这样咬。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要弄2圈，3圈有点大。哎呦哎呦，就这样吧。哎哎哎哎，这个我饿了，我没空搞这个，大姐。别这么玩了，我洗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了。检查一下，这就是今天，这有点怪了，有点像那个穆斯林的感觉。今天的皮肤就这样，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